从九岁开始练的，九岁现在练到十年了，非常喜欢在舞台上那种感觉。就演出的时候那种激情很喜欢，我会小心的，没有随时。我是从九岁开始，现在练了六年半，演芭蕾，还有滚杯。芭蕾，就是肩上芭蕾。也吃东西，玻璃球弄来了。最难的，没有最难的。动动，瞪人吧。来。